飞机一级不可能学 W 的，可以搞一下吧。没事，硬搞硬搞。他点了神奇药了，不让他死了。这搞了你不舒服吗？直接没残血了。我觉得给他挂点蓝，这个飞机已经死了。跟他挂点蓝的话，他血回不上来。我这个躲起来了。我看这个人玩七啊，那我以为他会玩的。上路要抢分了，他要吃炮车的。哎，他一没中，我们这边配合老有失误，那我这样子很亏啊，我都没血了，待会我被螳螂逮到我要死，这狗熊得帮一下我，或者直接把他越了也可以。他都没闪，你不给他秒了。站站起站起，没了，别让他打孤立无援就好了。没事，这波都赚了，这诺手线都没吃到。可以再抓一波这个诺手。老手这个英雄打野就是主gank的，他能不撞吗？多了一个日炎能不撞吗？就说亏的是什么脑子我都想不明白。死不了，倒了一下，他上一波没交过闪进了。这个被动没法强的情况下确实不是很能掉血，法强起来就好了。这样那到六了，他没 W， 你直接推啊。直接推一下就捡个水元素，能抓到人的情况下等级刷可比刷也快多了。这波卡流很关键，这狗熊把诺手吓到了。没事没事，吃一些塔就好，直接闪现给他秒了呀，兄弟，我有二的，你怕啥的？那是有了，再聊上鞋子起飞了，点一套就随便爆一下，对面就死了。但是我想先买戒指，把这戒指给他叠一下，待会儿直接买书。这老手 AP 加成还是蛮高的，特别是买了纳什之后也有 AP 加成。看你能走多快。好家伙，跑了。他在最后一个草里已经很小心了，他应该进塔的，走都走这么远就不差这两步了。帮我砍一下，我爆个E。
我没毒了。这个被动刚才最后一秒到期了。他有意在，让他死。我就等他交易了。这个风还是太克我们了，毒，再毒，死了。泰山压顶，稳一点，来稳输。把永霜买了，版本永霜还是蛮强的，更好释放，多一个技能，而且还是一个控射手，多一个控的话就很离谱了，全被吃掉了。看到诺手，他在打红好像。没有。AD、AP 都可以玩，看你自己选择。主要再把这个阵容的话，缺 AP 了。谈了人去哪了，但他去我刷我野去了，还怕他埋伏我呢，我绕了一圈过来了。卡他还是很小心的，飞机有炸药包了。我还差点钱，这波卡他没闪呢，可以再抓一波，抓个头。我感觉总感觉我少 A 了一枪，这卡他单挑还是有点厉害的。那我可以先放那个永这个永霜给他禁锢住，再点他。这也。这刚好有伤定住三个，非要拉拢你们。他不显示伤害，一个280的话定三个打了差不多1000。也是他死了。没必要买飓风，随便点几下开个二就好了。我们现在一个亿的话1000亿的血，买个帽子有2000了。这被动 AB 加成挺高的。还不飞吗？点不到，点不到。如果 W 点两下，他就没了。
回去买帽子，差不多1000法强，一个亿现在2000血，1700。寒冷人呢？伤害最高。